主要的一个内容是，先是编程能做什么，然后是少儿编程的一个现在的一个简介，还有就是学习编程的一个好处。妈妈去哪里？第妈四妈个去。是编程我们到底是学什么？最后的话是说讲解一下我们的现在的一个课程设置。亲，你好的。先说几个概念啊，就是我们经常在说编程啊，或者是少儿编程。那这个编程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平常说的这个编程是一个缩写，它的一个含义是，就是编写程序，或者我们一般说的叫写代码，就是我们自己内部一般程序聊天的时候会说写代码。然后我们通过写代码了以后，它会形成一些文本文件，就是 source code。以前有一个代码，我们翻译成中文的话就叫源代码，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可以叫源代码，也可以叫代码，或者是 source code，或者单纯说 code，也都是一个意思。这个时候它是一个什么形式呢？它其实是一个文本文件，就是 TXT，类似于 TXT，后边名可能不一样，但是它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一些文本文件，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文本文件，再经过一些编译器的一些转换，最后形成一个程序。我们现在单说程序的时候，可能有些家长会糊涂啊。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个程序，就是我们在电脑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exe 文件，然后我们怎么样来运行呢？双击就是让它运行了。正常我们在客户端的一个程序是这样的，服务器会更复杂一些。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先不说那个，我的语气，所以你要记住，还我的是语气，编程是一种活动，我们通过这个然后来写代码，产生出来代码了以后，然后经过一些比如说 C 加加或者是 Java 的它的一些编译器，然后编译成了可执行文件。然后这个可执行文件我们双击的时候，就是运行了。Of course not. 下面的话，有一些家长可能并没有见过这个代码，实际的是一个什么样子。我这块摘了几个，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块这个代码是 Python 的。这块这个代码是 Java 的代码，这块的这个代码是 Scratch。All people learning 然后你看它们之间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啊。that's quite 我们先 perfect 说 or even Python tell 用的这 not 个 Scratch，稍微等我一下，我把一些静音掉。这个 Scratch 我们一般会叫它是一种积木式的一种编程语言。什么叫积木式呢？就是它其实这每一块都是类似于一个积木块似的，我们给它拖上去，然后通过这块有一个卡口，它们之间会连接起来。我这三段代码其实实现的都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把一个，就是从一一直到100。做一个累加，就是一加二加三加四，然后一直最后加到100，但是是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实现的，具体细节我就不太讲了。但是你看啊，我们能看出来是什么呢？Python 里面我们只用5行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要是在 Java 里头的话，就需要用这么多行，尤其它会前面有一些包啊，或者是有一些类啊。或者是一些那个入口函数的一些说明，其实它这块 Python 里的代码，这块的代码等价于其实就是这块的代码。然后 Scratch 这块呢，就是前面的就是当你点它那个启动的时候，它那个启动是一个绿旗子来代表的，然后这块也对应的，我给这个 n 设了一个值，给这个
Sam 设了一个值，然后这块有一个 i 嘛，这个 i 我给它了一个初始的值是给的是一，最后这块是循环，这块也是循环，然后这个循环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把这个 sum 增加了一个 i， 就是这块对应到 Java 里面就是这块，然后再把这个 i 给它改变，对应的是这儿和这块，最后输出的时候呢，它们是不同的一个输出方式， Python 直接 print 就行了，然后呢这个也是类似的，只不过它这个那个它这两种最后输出啊都是输出到控制台，或者是说就类似于我们以前用的 DOS 的那种命令行的机制，然后在那个 Scratch 里面呢就会有一个小猫或者是其他那些小动物，然后它会帮你把这个说出来，三种语言大概就是这么样一种类型，甭管是做的大项目也好还是小项目也好小仪器也好，最终的一个样子都是类似于这种样子。如果我说的过程中如果大家要有什么不清楚的话可以直接提问，给我点，就是你给我播几个，在下面的话我们就是程序，我们经常说写程序写程序，我现在说的有的时候程序和编程或者是代码它意思其实是类似的，就是我们所编写这个程序在哪里。首先第一个，这个手机大家现在都有并且都是智能机，我们所有的手机除了硬件本身，你剩下只要是开开屏进去你所能看到的任何东西它其实都是通过代码来实现的，包括各种应用，这是我们最能常见的。然后后面这个是空气净化器，我们现在经常会用这种东西，但是它有的人其实也会奇怪它的程序在哪里。当我们在把空气净化器启动以后，上面会显示一些比如说你当前的这个室数，然后呢你当前的这个空气质量，它这些东西都是要通过跟它的服务器做一些交换，然后就比如说最直接的，你可以通过你的手机上某一个 APP 然后来控制它，其实都是在那个净化器里面有个程序，然后不断的去接收从服务器端传过来的消息，然后呢你自己手机上的这个 APP 呢向服务端发送一个消息，然后它这个消息再下发给这个净化器，然后用这种方式来控制。电视其实跟这个净化器是类似的，只不过电视里面的系统会更庞大一些，然后呢提供的功能会更多一些。比如说你想看什么电视的时候，当你点中它的时候，它其实是打开了某一个链接，然后这个链接里面呢从服务器就按照这个链接是去上服务器去拽下来你的视频流的一个数据，然后在你客户端展示出来。这个是电子手表或者像叫智能手表，这个里面也是会有程序，它会记录你一天的什么跑步啊步数啊心跳啊，然后呢把你这些数据传到它的一个服务器上。这个是我们现在小朋友玩的一些玩具，小朋友玩的玩具现在的话就你简单一些的话可能只需要通电然后它就开始转然后就开始动，但是稍微复杂一点尤其涉及到一些遥控的东西里面都会有一些程序，然后这些程序甚至可以说是那种可以做一些编辑，比如说你让它前进几步啊后退几步啊，是这么一个功能。还有的话现在有一些耐克那时候出的一个跑鞋其实也类似，就是它把一些传感器放到了你的鞋里面，然后呢你通过这个鞋上传到你的手机上，然后你的手机再通过网络传到服务器端。所以的话程序现在来看基本上就是我们所周围能碰到的一些东西，只要带电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种还有一些程序是可能平常我们接触不到的，但它也是存在的。比如说我们在物理方面可以做核爆模拟，
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几个有核国家其实好多年都不进行核试验了，因为他们已经把过去的一些公式啊模型啊都已经搞完了，搞完了以后剩下的话全都是用超级计算机然后再模拟。化学也一样，化学的话有一门学科专门叫计算化学，它其实就是用软件然后通过计算机去运行，然后模拟你最后生成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产生的一些反应。还有这个的话我们经常会碰见气象预报，比如说我们打开什么那个墨迹天气啊这些，它会根据大气动力学的一些模型然后运算出你最终空气就是天气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比如说降雨量啊那个温度啊。按以前的话这个比如说20年前这个天气预报其实是不是很准的，但是按最近这两三年来看它已经可以精确到什么时候下雨，一个小时之后会不会下雨，然后多长时间会停。还有的话我们在群里头有一个家长是在做金融的嘛，金融这里面现在最直接的就是量化交易，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以前的话都是人手在操作比如说股票的一个买卖，但是现在呢它是按照计算机你定制好的一个程序或者叫交易规则，然后它自动的去帮你买或者是卖，这样的话它的一个速度会非常的快，然后在每秒钟或者是一个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抓到一个市场的某一个机制，比如说就上去了一个尖峰就是一下涨起来了，它可能会做一些什么操作，或者是一些跌起的时候它会做什么操作。还有的话就是工业机械，或者是说最主要的指的还是数控机床方面，尤其是高端的那些机床。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什么手工做的比较贵，但是其实手工做的是纯手工做的它其实它的精度是不够的，比如说我们想要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曲线，要想达到一个精确的这种曲线你可能要给它一个给它一个比如说给它一个抛物线的一个方程，你给它一个这么一个方程，但是如果你要拿人手的话这上面的点你是做不出来的，你只能拿程序然后一点一点去算它这个，然后最后通过一些方式然后把你这个工具给你加工出来，把你这个零件给你加工出来。再有下面的话就是我们经常会就大家都会看电影啊，尤其去电影院的时候会看那些大片，我们叫 CG 特效或者叫 CG 动画，其实它最终都是拿电脑生成我们的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就是比如说直接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穿的一个很随便的衣服，但是呢因为他的一个拍完了后期在做的时候呢他穿的并不合适，或者是衣服上有一些什么脏的东西，然后就会用过电脑特效把他的衣服换掉。甚至那个就是最简单的那种啊，就是绿幕大家应该都知道对吧，就是那个拍一些抠图啊，那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脑特效。但是真正的那些大公司，为什么中国在做电影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请了什么好莱坞特效啊团队，因为他们在做的时候并不是说要像我们平常用的什么 PR 或者是 AE 这种特效软件，他们那些就是国外的一些大的这种特效公司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算法然后来达到某种效果。最下面这个图形图像处理这方面呢我们应该是也见过这个，比如说车牌的识别，最简单的就是出去开车的时候在国内你会被拍，然后你拍完了以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呢，就是它会把拍你的一个车拍完你车了以后呢会提取出来你它会转成一个黑灰度图，所谓灰度图也就是黑白那种图片，然后根据那种图片呢把你车牌号码提取出来，这样的话如果你要是违章了它就整个一套都是自动化的就能给你识别出来。还有的话就是医疗，在医疗方面的话最近几年其实进步还是挺大的，就是以前我们更多的要靠大夫医生他去帮你诊断一些东西，但是有的时候在图片上有一些
非常细小的一些细节的话，那个大夫不见得能很清晰的看出来，可能经验不足。但是如果我们要是把这个就是一些医疗方面的一些高端器材的话，你在检测的时候，比如说超声波，它就会给你框列出某一个区域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异常，然后这样的话大夫就会去注意它。这个先简单介绍一下编程现在适用的哪些方面。我们下面来看一些啊，一些世界各国的一些名人啊，这块主要是美国的一些，乔布斯大家都知道，比尔盖茨、马斯克、扎克伯格，这几个无一例外的最开始入行的全都是程序，并且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从游戏开始入门的。因为什么从很多人是从游戏开始写程序呢？因为做一些应用软件，他们可能限于自己的一些就是行业知识不够，所以他没法去做那些。但是游戏是属于谁都乐意玩的，所以经常性的他们是学一些编程，学完编程了以后，然后会自己做一些游戏玩，然后自己玩的开心的同时，可能也会给家长给朋友然后一起来玩某种游戏。这其实就是他们最开始的一个。你看乔布斯是雅达利游戏公司的，雅达利是世界第一家做那个主机的，就是类似于索尼啊、Xbox 啊、PS 啊这些。比尔盖茨就不用说了，这16岁就开始写程序了。然后马斯克是最开始就是也是10来岁编程，最后他是先有一个Take-Two 这么一个公司，然后他卖了以后，后来去的那个 PayPal， 然后后来在 PayPal 了以后，然后又卖掉了，然后就现在发展起来了。扎克伯格就是很小的时候开始学写程序，高中的时候开始做游戏开发，20岁创建 Facebook。他做 Facebook 的时候，2周第一版就是用了2周然后做出来的。这个后面我们可能还会细说。下面这是中国的腾讯、金山、小米、京东、张一鸣，这个就是今日头条啊、抖音、TikTok， 全都是程序。然后中国就是你看我这写一句话嘛，中国就是圈子里属于调侃吧，中国互联网就是一个英语老师再加上一堆程序员。英语老师指的就是马云嘛，然后剩下的这些程序员就是包括什么360啊，这些也基本全都是程序。老师、哎、你好。我懂，就是有一个 TikTok 会做出来的很搞笑，我会用它做一个很搞笑的东西。好玩吧？好玩，我喜欢 TikTok， 很厉害。TikTok 是不错的，但是想做出来 TikTok 是很难的。 TikTok 为什么这个给小朋友多说几句啊， TikTok 为什么现在是全球范围内这么火，为什么其他公司也在做这个就是类似于抖音这种短视频，他们不行，归根到底就是他们的一个技术能力，说到细节的话就是算法。而这个算法是什么呢？就是推荐算法。 TikTok 的一个推荐算法现在是全球是领先的，或者我说直接点，就是你在抖音在 TikTok 它能推给你想看的视频，所以你在那不断的看，但是其他的平台现在都做不到。好，我接着继续了，小朋友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问啊。下面我来说一下那个来了。有问题吗？下面我们来聊一下少儿编程的几个分类。首先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最常见的就是这种积木式编程。买完了，给你放冰箱里了，吃完饭吃吧。然后
是高级野生动物，不是人编程。还有一种是实物编程，实物编程是近几年兴起。具体的概念我们下面来细说。首先来说这个实物编程，这个实物编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在网上或者是去一些机构，我那时候在北京的时候也去过一些，就是他们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你有一些这种，这块你看它是一个一个的小卡片，或者是塑料块，或者叫积木块，然后呢它这个积木块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功能，比如说这个就是循环多少次，然后这个呢就是向前走转弯右转，向前走右转再向前走，然后如果你填下面这个数字了就是向前走几步，如果没填的就是一步，这是向左转向前走向左转又是这是个停止，这边是开始。然后你孩子的时候呢通过这些积木块放到这个盘子里面，或者有的话是通过中间有一些那个导线呢，或者是一些导电的那个触片呢连接起来，然后你给它连成一串，连成一串以后它就会一个一个一个按照这个指示的一个顺序然后去执行，你小人可能就在那走，或者是你要是唱歌或者是做些什么。下一个就是这种积木式编程。积木式编程的话现在主要其实是以两种为主，一个是 Scratch 是那个 MIT 就是麻省理工做的一个，然后 Blockly 是 Google 做的，这两种基本上都是类似。我们来看它这个代码其实也是很像的，就是它会在上面给你用一些英文标识出来，然后呢每一个积木块根据它的形状，根据它这块接的一个插口，然后可以进行连接，连接完了以后当你让它执行的时候，它就会按照这个1234，然后这是循环，按照这样来执行。这边这个也是类似的，这边是一个是那个 Google 那个 Blockly， 它做的跟这个 Scratch 还有些不一样的，就是 Scratch 是你只能在它这里做，但是 Blockly 的话你除了在这块写完了以后，它还可以帮你输出成其他语言，比如说这块是 Python 吧，还有 GS。 然后还有 LUA， 好像是总共是有五六种语言。然后这种编程方式是好处是什么呢？可视化的一个效果好，就是小朋友一眼就能在这块看到了，他不用干什么呢，不用去频繁的去想一些细节，比如说你如果要用 Python 的话，有的时候就会比如说少个引号啊，少个冒号啊，少个等号啊，或者是多点什么东西，就是他从语言上来讲他要求的比较严格。但是像这种积木式编程的话，像六七岁七八岁的这种孩子比较适合这种。国内的我们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国内的现在线上也好线下也好，这些教育机构他们自己会推出了一些类似于这种工具，但是他们推出的工具基本上都是基于这两个来开发的，因为这两个是属于开源的嘛，开源的然后免费可以用，他们会把这个拿过来了以后然后做一个包装。而且这个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从思维方式上来讲，其实这个你用这种积木式编程和用 Python 这种编程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就只要是思维方式到了，用这种还是用这种其实都是可以的。下面我们来说一些机器人编程。机器人编程的话现在市面上基本的话就是属于两种，一种是属于乐高或者是类似于乐高这种拼接的，就是你先要搭建，搭建完了以后呢然后通过蓝牙也好或者是通过线也好连上，连上了以后你在它给你提供的一个工具里面
写代码，这个的话，这块这个代码是那个乐高那个V2.0 的。然后下面这个的话是乐高的那个 EV3 的，这是一种，这种的话基本都是什么呢，就是搭先搭建，然后它也不涉及到太多的一些物理知识啊，或者是机械的知识，基本上就跟玩玩具一样。还有 MicroBit 这种呢是什么呢，是类似于一种，它是类似于一个微小的一个电脑，然后呢你通过导线连接其他的一些传感器，比如说温度的、颜色的，或者是电机，通过这些传感器连上了以后，然后通过这个 CPU 来控制它。当然现在有一些做的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用 Scratch 或者是 Blocky 或者是 Python， 用这些你也可以直接来做乐高的，或者是这个，或者其他的一些这种需要控制传感器的。下面这个呢就是一些高级语言，高级语言现在高级语言太多了，就是随随便便算算就应该会有几十种，而且适用的方面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常见的 Python、 Java 和 C++，这些都属于高级语言，并且我们是属于在公司里头实际的做一些项目的时候，或者做一些服务器的时候，也是拿这些语言来做的。每个语言都有它的一个适合的方面，就比如说现在这个 Python 的话，现在基本上就是大数据，还有 AI， 基本上属于这两个方面是比较多的。然后像 Java 的话，我们平常做的那个，我们平常那个 Web， 比如说大家可能会上淘宝啊，淘宝绝大部分的后端的程序都是拿 Java 来做的。C 加加的话是在游戏方面会稍微多一些。我前面讲的有疑问吗？有疑问可以直接问啊。下面来说一下编程的一个好处，就是按我的一个感觉啊，编程最直接最直接的，或者说最大的好处，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它是训练你的一个思维，而这个思维能力训练的主要的方面是在逻辑、抽象，还有你的一个严谨性上，这个就是我们写程序的时候一个基础。如果你逻辑能力不好，你写出来的东西电脑不能理解，别人也理解不了，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事要把事说明白，能不能想明白。抽象能力是什么呢？抽象能力就是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能不能用更通用的一种方式把它抽象出来，抽象出来了以后，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解决的一些方法，我们后面会有一个具体的例子，然后来讲到这块。严谨性这块的话，是所有的程序都应该具备的，就是程序毕竟说，程序其实是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是说给谁听的呢？是说给电脑听的，而电脑它只接受它认为的，或者说它只接受它想要的那种方式，你跟它说其他的东西，它理解不了。这个我认为是最大的一个好处，剩下的话就是对科学会产生兴趣，包括我教过的一些学生也是，他在学编程的时候，因为我在讲的时候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机械呀、物理呀、数学呀各种方面的一些知识，一个综合运用，然后呢更多举例子的时候或者做的东西的时候也更多的是跟科学相关的。专注力这块的话是一个，就是我们在写程序的过程中，包括有一些孩子啊，平常的时候你可能让他玩的时候，就是让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东张西望啊，然后心思总是不在这儿，但是你一旦让他写程序，尤其是让他做个小游戏的话，马上他就会把他的所有的思路都放在上，然后也不记得时间了，吃饭也忘了，
这是经常会遇见的。我们编程写程序是要干什么？最终其实都是在解决某些问题。而你解决问题要怎么弄？最开始你得先知道问题吧，你要发现问题。发现问题了以后，你还得去分析问题，也就是说，我要想一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应该怎么解决，有几种方式，哪种方式比较好，优缺点是什么，甚至有的时候还要考虑花费多长时间，多少成本，最后选定某种方式，然后把它解决。创造性，我们在用 Scratch 在做一些故事，然后一些音乐剧或者是一些游戏的时候，其实这些小朋友可以极大的发挥他们的一个想象力，而且这种想象力是不受限制的。因为在电脑里头，我们拿这些写程序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什么呢？你想做成什么样子都可以，而不会说在现实中，比如说我们要拿一些木头啊、塑料啊，或者是纸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我们想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玩具，我们要受限于我们现有手里的材料。但是在电脑里头就不是了，你自己想做什么由你来决定，如果没有你自己去创造。因为一般情况下像 Scratch 这种，它会给你提供一个画板，你可以画一些你自己想要的一些素材。比如说小朋友可能以前有学生做那种一个小人自己动，然后呢两个小人拿着光剑可以互相打，这种都是有的。最后一个就是这些孩子在学习编程的过程中，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接触到一些什么呢？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万物互联，万物互联就是 IoT 这种概念，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而这几种东西都是我们未来不能算完全实现，但是正在一点一点实现的。说白了，以后我们未来的话基本上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到哪儿的话可能都是各种智能、各种设备都连上，比如说你所有的家里所有的家具，然后冰箱它会替你检测一些什么东西，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它会通知你，甚至的话最重要的语音输入现在也越来越强了，你控制它的时候不需要去手动的去摁什么，你只要告诉它，直接给它下指令就行，并且这种指令是你一种我们人类可以理解的，而不需要去写代码。当然了，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系统，它想理解你这个语言，那个还是要写代码的。刚才说的是一些本身对孩子本身素质的一些提升，还有的话在国内啊，就是我们现在是在清迈啊，但是可以介绍一下国内现在的一些状况。国内的话基本上现在是从小学大概几年级我忘了，各个地区不一样，有的一二年级就开始，有的可能三四年级开始，就是这个编程，各种编程进课堂。现在国内的中考和高考每年都基本上必有这个编程题，就是这个我忘了是哪年的一个高考题了，一个原题。它其实是让你干嘛呢？这个叫流程图。就是程序从开始进来，然后按照这个箭头所指的一个方向不断的在运行，然后有一些条件判断，这个是条件判断，最后做完了以后最后输出结果结束。它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程序运行完了以后输出的值是哪个。基本上每年现在的一个高考题，各个就是无论是统考的还是各个省市自己命题的，都会有类似于这种的一个程序题。然后在竞赛中拿过成绩的可以保送或者是降分录取，我说的是针对的高考。但是国内有一个不同的，就是跟国外可能不太一样的，就是国内基本上只有一套
只有这么，就是对高考的话，只有这么一条，就是国家认可的升学有用的一个线，就是从小学起点，然后小学做的是什么呢 ？CSTG 这个普及组和这个什么复赛组，其实这个属于也算是选拔性的。小学的话，直接对应的是普及组；初中的话，普及组和复赛这块都会有。然后完了以后，到高中的话，进入到一个提高组，这个是 S 嘛，就是 G 是小的 ，S 就是高级一点的。然后到这儿，当在这块的话，就是筛出来百分之可能前20%吧，然后再往下，省里头的前多少名，或者市里头的一个什么名次，然后进清北的一个冬令营，在这个时候就会跟这个签约，然后到省队选拔再继续，再往下到国内的到那个 NI 的一个全国决赛，反正就基本上每一个阶段都会有对应不同的一个优惠条件和那个录取的一个降分啊，或者是保送的。然后如果你进到这个全国的这个50名集训，基本上就是保送清华北大。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打那个国际赛，国际赛以后我们会说到。国际赛最终的就是 LI 这个。还有就是国际心学，我们在国内一般叫信息学。但是它针对的全是编程，就是它给你到应用题，就是或者我们叫在数学上是类似于应用题的这么一种题型。然后呢你用程序来去实现的。这块这个图就是清华每年的18年的一个，他那个叫遥班吧，一个实验班，然后总共一个班50名，前40多名基本都是保送的，然后后面有几名是那个是各省的，也都是状元或者是前几名的那种。然后下面我们来先来说一下国际的这个，就是国际的跟中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国内的话，我们基本上你如果针对高考的话，就只有刚才的那一条线。但是我们在国外的话，现在孩子大家在清外都是在国外嘛，我们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的余地就会多很多。就是这块是我粗略的搜一下，然后就能搜出来这么多比赛，并且是含金量比较高的。就比如说这个是就刚才我说那个 LI， 在国内那个拿到名次了以后，最终他们也都会去进行这个比赛。下面这个的话是美国计算机，跟这个属于并列，只不过面向的一个区域不一样。下面这的话有一些像这个Google 和英特尔支持的这两个科学挑战赛，他们这种是什么呢？就是不限于程序，但是所有的都需要程序。既然说到科学挑战赛，你所做的东西，你比如说你做一些什么东西，动的东西，或者机器人方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涉及到编程。或者这么说吧，你只要是做个东西，然后用的里面有某种芯片，你一定是要写程序的。并且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比的就是看你谁的程序效果好，能做出来的效果好，然后跑得比别人快。我们下面这块来看一个这个是最近这几年的那个US 啊，这个是那个 LI 那个美国队的一个成绩。这个是21年的，现在好像还没有。2000年的，我们现在看这几个人啊，
这个看着不像中国人。剩下的都是，这个是杨什么、陈什么、林什么，通通都是华裔。然后再往下，这是19年的，四个华裔。18年的，除了这一个是白人，剩下三个华裔。就是我想说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我有一点可能也不是很理解啊。就我在跟一些朋友聊的时候，我们都说，计算或者是数学或者是这种需要思考用脑子的，中国人都属于种族天分，但是很多人把这个就是总是想让孩子减负也好，或者是出于其他一些想法也好，然后会拿什么高尔夫球啊，然后那个音乐呀、啊、帆船呐、啊，当然有资源可以啊，但是都拿那个，然后结果把我们真正中国人擅长的一些用脑子方面的一些东西给放弃了。我不是说这种方向不好，反正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选择。这些孩子我刚才就是粗略的了解了一下，好像这一年有两个是去 MIT 的，他我知道肯定是去了，剩下的是哪个我是忘了。所以我是希望大家以后能更多的把一些孩子的一些发展呢、啊，放到一些这些自然科学上面。然后有一些家长其实也问过我，总是各种机构有的聊机器人，有的跟你说编程，有的说机器人编程，这都是什么东西，区别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说机器人的时候啊，你甭管这些机构跟你说什么，但是机器人的一个本质是什么呢？本质是物理、材料、机械、电子。我们现在孩子能做到的只是一些机械结构，而且按现在的一个发展趋势来看，基本上你这些材料方面的东西可能走到了某一个发展比较缓慢的一个阶段，或者是叫平台期。但是最近几年发展快的是什么？是下面这个算法。就刚才说了，为什么 TikTok 现在火，就是算法比别人强。然后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核心也是算法，比如说无人机。大疆为什么无人机好？他那些零件他也不会自己生产那些芯片，他也要在外面采购或者找别人代购，他能做别人也可以做。为什么大疆的好？就是因为大疆的算法好。但是我在跟大家说大疆的算法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不理解啊。我们所说的无人机里的算法飞控，就是飞行控制，它的飞行控制能做的比别人平稳，追踪的时候能做的比别人准确，这就是它的一个强大，所以它才卖的贵卖的好。从现在全球来看，基本上算法的一个重要性已在机器人行业啊，已经慢慢的有一点大于物理啊、材料啊这些。就比如说那个有个叫波士顿动力那个公司做的那个机械狗，很多人可能看过那种视频吧。你说他那个材料做的很难吗？其实都是很常规的东西。他那些机械结构很复杂吗？也不是。核心就是在他的一个控制算法，怎么能让这个机器人发生倾斜或者是一些状况的时候，他能稳得住，他能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然后让它回正，这个就是很难的了。而且国内的这个机器人竞赛也不只是国内，包括清迈也一样。就是我去在清迈那块看过啊，就是同质化太严重，然后很多人购买的都是套路，一个机构所有的人的作品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参加那个什么巡线，就是按照一个黑色的轨迹来回走，你经常看到的所有的小朋友拿的都是一样的。有一些参赛选手也
也其实针对这些提出了一些疑问嘛，他自己做的，然后做完了以后到比赛现场发现所有的人拿的都一样。我那时候看过一个是决赛还是半决赛我忘了，两个队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在机器人这块的话，国内基本上就是从升学的一个角度来讲，尤其是最终升大学的一个角度来讲，基本上是不太看这块的。但是在国外的话，我觉得一些家长可能还要稍微的重视一些。下面的话也是跟这个有一些关系的，就是为什么国内的互联网行业会火，都是程序啊。你如果是做机器人的话，你涉及到制造业，但是如果你只是在互联网行业或者是游戏行业，你所做的全都是人力成本，你没有厂房啊、设备啊、地域的一个限制，三五个人就可以干。但是如果你要是不懂技术，你就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做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说那些国内也好国外也好，那些最近这20年30年发展起来的这些人，为什么很多都是技术出身？因为你会了这门技术，你可以自己做。你要找团队啊，比如说我们下面这会儿来看 Facebook 扎克伯格第一版大概就是2周的时间做出来。如果你不是会这个技术，你要自己花钱，你就要花一些资金去找人去招人，并且时间会比较长。淘宝第一版也是一个多月，但是这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情况，淘宝我们看着它第一版是一个多月做出来，但是它是买的别人的一个现成的代码，然后找了一堆人来改的，所以它才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孩子这块啊，在编程方面要涉及一些，这样的话在他们以后想做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能有自己的一个能力去实现他们的一个想法。下面这块来说的话，编程到底是学什么？编程第一个就是你要分析你碰到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把它的一个模型抽象出来，用数学的一个方法去解释它，或者是说解决它，然后再持续优化。我这么说可能有点空啊，我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啊，看我下面这块写的，比如说一个枪，打游戏里头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你拿着一个枪，这是瞄准的，然后呢这块有一个挡的东西，你子弹发出来了以后打到哪个位置，这是问题吧？你在这个打到这个位置，你可能要放一个弹痕呢，或者是冒一些火花啊，这是很直接的一个问题。问题出来了，好，那我们现在来想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抽象的思维。枪是一条线，不能说枪是一条线，枪的这个子弹的运行轨迹是一条直线，打到这个上面，这个板也是一条直线，这就面临着是一个问题，两条直线相交，对吧？这就是两条直线相交的问题，这就是焦点。然后你就会转换成是什么呢？两个直线方程 y 等于 kx 加 b， 两个直线方程，然后两个直线方程求解，就求出来中间这个节点。这就是编程要做的事情，先想看看问题是什么，然后抽象出来。尤其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你抽象的层次越高，你对这个问题理解的是更深，然后用数学来解决它。最后还有一个持续优化，持续优化是什么？我们在写出来的第一版的时候，经常面临的并不是那么的好用，或者是效率不够，或者是精度不够，我们需要不断的去
优化它，让它速度运行的越来越快。这就是我们在编程的时候要做的一些事情。下面这个跟前面那个也类似，只不过我写的会更详细一些。最开始先要定需求，定需求其实就是你要确定你的目标，制定你的方向，然后总体设计。总体设计就是大框上、大面上，你这个问题要由哪几步组成，把它分解出来。因为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大问题都可以分解成若干个小问题，并且这些小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就是我们一般的一个方法。然后划分出模块，为什么说要划分模块呢？有一些东西可能是通用的，这块也可以用，另外的地方也可以用，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思路。然后是详细设计，详细设计的时候就是你要单独把某一个小问题给它细化，某一个小模块要给它深入的去挖掘，这时候要求你的一个思路清晰，逻辑严谨，尤其是逻辑，逻辑不能出错，或者是说不能出明显的错误。最后你的一个算法要高效。又说到刚才 TikTok 的一个问题了， TikTok 就是算法承诺的。真正我们在编程或者是 coding， 我们真正在 coding 的时候，其实在我们整个的一个做一个东西或者是说编程的时候，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我们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干什么？是在动你的脑子去想、思考、考虑什么、想什么东西，就是考虑你这个的一个逻辑，你的逻辑严不严谨，你想的对还是不对。大部分的时候是在想，当我们真正把这个代码到写代码这块的时候，其实是很快的，最后是验证对错。这个就是我们解决什么东西呢？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甚至我们在实际的一个制作过程中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项目也好，大的项目也好，小的项目也好，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种方法。再重新说一遍，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先知道要做什么，再画一下，先知道要做什么，然后把你要做的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既然是要做了，你就要知道做成这件事情分哪几步。哪几步其实就是你把一个大的问题分解成了若干个小的问题，然后分解成小问题了以后，第三步再继续的把你这些小问题细化，然后把这些小问题解决，把这些小问题都解决了，大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最后是编码，编码完了以后再验证。我们大部分的这种培训机构教你东西基本就停留在这个位置。我为什么说大部分他们是在停留在这个位置呢？因为我见过那种小朋友，他们在学的时候啊，他那个直接给你做好的那种软件，就给你放那么两个积木，然后让你拖上去，并且他指导你要从什么位置拖到什么位置，然后里面添上一个什么样的数。那你觉得孩子在动脑子吗？对吧？这是很直接的嘛。孩子在动脑子吗？如果他不动脑子，他学他干什么呢？下面这块的话是讲我这块的一个课程。我这块的一个课程教的不仅仅是编码，更多的还是数学思维和编程的一个思维，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深入讲解。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深入讲解啊。比如说我们在要是讲编程机器人，机器人编程或者是一些控制类的，这是很常见的一个，做个什么小车，电池驱动马达让小车前进，装好四个轱辘，装好马达或者那个发动机，然后电池通上电，车就走了。正常的一般就是一般的老师他会到这步就完事了，马达通电，车转了，小车可以走了，然后告诉家长做得不错，孩子也做得很开心，这是很正常的吧，一般是做得这样。因为我的一些背景我会接着给你往下讲，车为什么走，你给它通上电了，车轮转了，车轮转了为什么它就会走，这就是物理原理，车轮和地面之间有摩擦力，这就涉及到一个受力分析，然后它因为受到了一个摩擦力，所以它产生了一个往前的一个动力，它才能往前走。再下面还要深入思考，马达我通电了为什么它就会转，对吧，我们正常的话可能我们不太注意啊，通完电了就转了，我们一般这个是没问题的，就大家也会受到一个就太常见了所以就不会想了。根是什么，电和磁的转换，就是你通过电，然后呢到里面形成线圈，里面那个线圈绕了一圈一圈嘛，绕完了以后，然后它就会产生磁场，然后你会把那你把那个马达拆开以后，你会看到它外圈外面一圈磁铁，这样的话它产生了磁场，然后导致这个马达有了一个扭矩，它就转起来了。再往下知识扩展，刚才这块说的就要是一个电磁转换，风力发电，水力发电，跟这个小车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涉及到一个最终的一个能量转换，物理原理是同样的，